亲一下，亲一下。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跟小黑特别像啊，绝对是亲生的。呀，我咬你们，咬屁股行吗？哎呀，实在太可怜，下去。哎呀，小宝宝，你干啥呀？拿相机，相机，相机！我！今天还是继续吃大餐，给我的保镖小黄、小黑煮鸡胸肉吧。这个米饭啊，绝对是好东西，因为人吃的就是米饭。我的保镖真的特别聪明，跟了我快两年了啊，到四月份就有两年了，在重庆捡到他的。哎呀，彪儿，喂狗狗的肉来说的话，最好就鸡胸肉了，因为它这个鸡胸肉吧，蛋白质比较丰富，它还一点不油啊，狗狗不能吃太油的东西。吃吧小花，吃挺香啊，全部干掉啊，吃吧。看一下这两个宝宝，哎呀，实在太可爱，小黄亲生的啊。我昨天没有拍视频，因为我复阳了啊，特别严重，完了实在撑不住了，就去医院输液了，今天也去了啊。哎呀，还是感觉没有完全好，还花了好多钱着呢，现在感觉还是头昏脑胀的，就是还咳嗽，四肢无力啊。所以说大家出去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尽量的保护好自己。二次复阳绝对比第一次严重，真的啊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现在是拖着病要照顾这16条狗狗，真的特别忙啊，我还要拍视频剪视频，所以说我没有时间陪大家聊天。我希望那些关心我关心狗狗的人的话，真的你给我发信息啥的话，你就给我发一条，如果我没有回你，那就说明我在忙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理解我，不要拿着同样的事情一直给我发，一直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解释还是一直解释不清楚，这样子的话我心压力就大了，真的我又不敢得罪谁，因为有的网友吧，也许是支持过我啥的，真的我以前得罪那个东莞的阿姨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时间陪她聊天，导致了她后面去告我，真的把我害得特别惨啊。所以说希望大家真心的关心我，关心狗狗的话，让我安静安静吧，希望大家能理解啊，真的做什么都不容易。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啊，希望真心爱狗的人赶紧来合肥石家庄自提啊，全是好狗，全部带走啊。